我们现在组装上去，组装上去呢，可能刚刚我们是那个少拆了一个螺丝，把这下面的螺丝也要拆掉，这上面螺丝，这里有一个螺丝，就是说刚刚是拆三个螺丝，我们要把四个螺丝拆掉，不能的话，下下来跟着组装上去就好难。可以了。现在我们把它组装上去，先啊先把这个放上去，把这个放上去了以后，先把这个固定起来是这第二个螺丝，你要注意哈，你要注意这个螺丝，是两个短一点的那个带刀片的螺丝，两个短一点带刀片的螺丝，我们把它放到第二个水印上面，先把它固定，这边也是一样的。先把那个下表壳固定，下表壳固定了，我们再把那个旁边这个线，要注意哈，这个通信线哈，我们不要走这个孔位，走这个孔位的话会容易打断，我们先从孔位的旁边，也不能从最前面走，前面走会挡住那个扶手，这样就可以了。现在我们现在来把这个螺丝放上，这个一个，我们一边四个螺丝，两个，三个，这边有四个螺丝，把这四个螺丝装上去，你再把那个井盖，把井盖装上去，把井盖卡进去，这顶盖卡进去，这个地方要卡平的，卡进去了以后，我们再来装这下面螺丝，这下面就剩下六个了，六个螺丝，第一个孔位，第二个孔位刚刚已经上了那个螺丝了，这就是第三个了。第五个，第六个，第7个，这样我们就安装好了。